圆周率挑战赛了啊，背出10位奖励一支口红啊，15位奖励2支口红，以此类推，背的越多奖励越多啊，走过路过都来看一看了啊。哎呀，这大热天也没个人呢，背圆周率了啊，热死了。哎，你这个是挑战什么呀？哎呀，美女啊，这个背圆周率。圆周率 啊, 啊，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啊、让我看一下啊。嗯，你看看。背出10位奖励一支口红，15位2支。啊。20位3支是吧？啊。以此类推啊，背的越多奖励越多。什么口红呀、啊？你这个是？都是好口红。哇塞，大牌啊，都是。那必须的。行行行。那个收不收钱呢？你这个？10块钱玩一次啊。10块钱、啊？试试。没有现金啊，我这。二维码。啊，二维码呀、啊，你这是。啊、行行行，扫、啊。好了，过去了。啊、过来了。来来，开始背吧。这个圆周率哈，圆周率三点。Oh no！ 我记得我弟背过呀，三点多少啊？大妹子，这才3点就背不出来了呀，这也不行呀。谁说我背不出来的？ Oh no！ 我想一下。不行就认输吧。啊，想起来了我。3.14，15，92，6，6，背出来了没有？够10位了吧？给我一支口红，快点。哎，不是，你先等等啊，大妹子，你再背一遍，我数数来。3.14，15。92。6。没了，10几位了已经是，这才8个嘛，那再说了，那圆周率是那么背的吗？那谁教你那14、15、92的 ？Oh no！ 不是这样背的呀？不是不是，那你看看我有没有一支口红啊？没有，这是8个嘛，怎么不够？8位呀、啊！赶紧，我弟就这样背的呀。那我问问我弟去，等着，别走啊你！哎呀，这14、15、16、19哎呀，圆周率挑战赛了啊！走，前面有一个背那个圆周率的，你不是每天都背吗？来来，走走，咱们我想走，我还要回家看动画片呢。看什么动画片啊？那边有奖品呢。然后你要是背全了，我给你买好吃的去。走，背圆周率挑战赛了啊，10块钱一次啊，就这儿，背这个圆周率。哎呀，大妹子回来了，大妹子。对，他是我弟，他会背。啊，这就是你弟呀、啊？对。啊，咱试试。那我试试吧。啊，先给钱，给钱，先给钱。行，我扫码，10块，看一下过去了没？啊，过来了，过来了，咱们开始吧。那我想一下，圆周率，3.14 15926 15926 35 89 79 32 38 46 26 43 38 27 90 28 84。哎呀，姐，我忘了。Oh no！ 你怎么能忘呢？你在家不是背得好好的吗？哎呀，大妹子，你这兄弟也不行。你怎么能忘了呢？你赶紧想想啊！姐，我真的忘了。你这弟弟也不行啊！你今天必须得想出来你。那个，我给你买个手机吧。真的假的？姐，你不会是又骗我的吧？我这次肯定不骗你，你先玩我的行吗？
呀，行行，一后面是我想想啊，19769390902097945923074562087816042628620283482 Oh no！03482543421706798。哎呀，姐，我后面实在想不起来了，这有100多位了吧？有100多位了呀？有了。行。老板，备了有100多位了。哎呀，你给我上上有多少个口红？现在我就4根口红。Oh no！你这备了100多，然后你才给4个口红呀？这个太少了，那关键别人来了也就最多背15位，那谁知道你弟那乌拉拉的背100多位呢？4个就4个吧。你这大发的，你这个包也不错呀。这是我媳妇儿，我给我媳妇儿的包。这个我就拿走了，快走。不是。Oh no！ 哎呀，这咋背100多位呢？哎，明明看见这家主人走了，门咋没锁呀？哦，这今年30了都没娶个媳妇儿，哎，不行，这找人，哎呀，哎，那王哥，啊，那啥，我二品，啊，那拜托你个事儿呗，就是啥呢？你看我这不30了吗？你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呗，许愿。对着东边，不是那能行吗？那我试试啊。哎，行，那先撂了啊，王哥。哎，许愿，试试。哎，试试。啊，这边是。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地灵灵，保佑我娶个媳妇儿，保佑我娶个媳妇儿，天灵灵，地灵灵。
我离了你不能活呀、啊、算了就算了、啊、再见、啊、哥、啊、你哪边呢不是你没事吃我面干啥呀不是病再踢一踢我吃两碗面我掏一碗钱气死你小伙子结一下账吧多少钱两碗面20、嗯、一碗面哪来两碗面刚才那个是你点的这个是你媳妇点的结共20说谁媳妇的我哪有媳妇不是你媳妇你吃人家饭20管不是那他点的那他点的又不是我点的谁让你现在放了20十年同时2020就20嘛凶我干啥多少钱20过去了闪了你走吧走吧我吃完了吗我就走切一边去妈妈